这两个真正真正的人物啊，这三角骨，这几包真正的羊肉就一样，我搞一样，我这两包，然后起来我三角骨，这两包多少？两包好了，三角骨好吃哦，而且啊，一包那么讲话嘛，一百块。来叫阮过来啦，对啦。啊，来叫阮过来，对啦。来过来，来啥？七，今号就来阮过来，你来叫干过来。对啊，你今仔是做外带的哦。啊。做外带哦。老好，我袂安怎。你嘛是做外带的哦，不要你用哦。我冇法度。哦。好了。我若翻过这边去了，我倒啊，我倒。我倒了，这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来个来，你们吃啥？哎，七桶吗？我没有，三十块钱了。萝卜糕，咱们这边萝卜糕，我做的冰。对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霸王龙。大炒青菜。哎，老婆那个吃饱了。哪里肥？哎呀，那人多，那钱那那边多，钱那多，那边多。阿姨，我葡萄我呢，大概多少钱？一百五。是不是？我有六十斤，三千米啊嘛。我在那吃啥？吃饱了。你今天多少来过？今天吗？今天，哎呀，我没去的，我无开车，我是我去。啊、你在家附近呀？都有。哦。我刚要吃啥？忘记。他那张饭。那条那个河路，那条河路。你看那大的比外细，你看，你的手拢是。啊。你干咩想吃？喜欢干咩啊？我都会拍仔。都会表的。来吧，要吃啥？啊，这美女你要吃什么？鸡块有两要吃无？鸡块。无啦，我忘记了。松饼有两要吃无？松饼，松饼好吃哦。这边挂都搞到了。好，好，我知道。继续啊！你娘的，继续跟你玩的玩，你娘的东西啊！乱笑啊！你用这塑胶袋来顶罐头啊！伊迄水黏黏，你怎啊打落去黏的？铁路排骨。铁路排骨，对，比较好。牛柳。哪样？牛柳比较好。牛柳啊，你。我讲的是什么名字啊？铁路上面吃的。来，我这名字啊。这辣椒。好可怜，我一箱来包。两包上海啊。来，我这名字。三袋哦，你个四袋哦，我排骨好吃哦，六袋够你两包。我打算要吃排骨了。你排骨是一块得八块块啊？你排真的好吃哦。真的都胖了。那大你卖无少哪里？这排骨真正胖几斤？肉无干去。啊？肉无干去吃。这不是肉了，这排骨呢？哎呀，小姐，哎，无啊，哎，无啊。过来，要吃啥物？我帮你看看吧。你看人家在啥？你过，吃你鳕鱼，看人家吃无？啊，鳕鱼啦，咩来无？你人家吃鳕鱼无啦？鳕鱼嘛有。无你落啊啦，无你落啊，人家店面来啊。爸爸。来，做好需要啥物哦？你
对呀、啊，下雨天人家都不知道不想听了。不过现在雨停了。来，过来，后面啥哦？雨停了，住在长安的朋友可以过来看看喽。才下一阵雨而已，路上都没什么人，大家要跑去躲雨。在台南永大夜市。他几岁来？好嘞，大人，大人，你们带小朋友去吃东西。他说：“哎，宝贝，特别谢。”还没有追踪我们这个粉丝团，三点线一点，再来一期了，我要再给我一点。直播你们都会马上收到通知。来，三包一个，最亲近我。目前现场剩下这三位客人，其他都跑掉了，买完就先走了。来，快点来收，恭喜吧！还有这三个帅哥。金德晚上好，在煮我们的鱼跟鸡腿啊。我们今天吃饭，我刚才去车上偷吃了一个挂包。刚才就是化愤怒为食量，整个挂包把它吃完了，没人了。对啊，因为大家都买完就先走。这主要是刚才突然间下大雨，然后又打雷，所以大家吓到了，然后去。哦，我叫肥婆不是因为我很胖哦，是因为我是肥肥的老婆，所以我才叫肥婆。我没有偷吃啊，我是去车上吃挂包。名字要取好一听点，不知道叫什么哎。对啊，吃挂包啊！我刚才有说偷吃是不是？是啊。哦，是啊，林总你有来现场哦。虎咬猪，虎咬猪是那种后嘎猪，是什么意思？记得翻译一下。等你来太平，我会去哦。太平，我真的会去哦。来，再来哦。不要说我不吃，你刚才在生气不想吃，后来就吃了。祝你才有那么多的钱，我靠，你才有那么多钱，我靠，你才有那么多钱。对呀，那样，我讲你。他好。我可是穷啊。老板今天生意好，不太好。因为一开始就很像快下雨，所以没什么人嘛。然后来一下子又就开始下很大。为什么要叫肥婆？因为我是吃乎肥肥的老婆。合理，合理啊。还有在拍吗？上面没有，下面有在直播。
穿哪一双啊？哪一个？对啊，五咬柱就是挂包哦，我唔知呢。看来我还是太浅。我们去旁边好了，不然阿寿压力好大。我们来旁边。你看，下个雨，瑞士都变没什么。喂，阿哥，这边来一下。啊，谢谢啊。来了，阿妈，来了，那是刷卡来了。我操，是吧？这个画好快，然后明明不卖。我要。啊。前面先挂包真的还不错吃的，难怪刚才有一个一开始有一个那个那个大哥他一次买了大概十个，老板问他说买那么多的干嘛？我不会啊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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